年轻人，你为什么想来面试乐高呢？是因为我很爱乐高。那你有什么长处吗？且慢，除此之外呢？哦，我很会拼乐高哦。这些长处好像没什么竞争力啊。我可以赤脚踩乐高，然后不骂脏话。录取，耶！嗨嗨，大家好，既然录取了乐高，我今天来带大家看台湾乐高的办公室。跟你说，身为一个乐高迷，这个办公室是梦幻的办公室。哎，梦幻哦，办公室 ，bling bl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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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ing。首先，我们乐高这个大 logo， 它每一个颜色、每一个小小的那个小小的点，都是乐高小玩偶在那边组成的乐高大 logo。想买一尊，你买不到，买不到，除非你自己创一个乐高的分公司在你家旁边，不然你不会有这个。再来，迎面而来的我们的镇店之宝——台湾黑熊。你应该想说，为什么它不是在吃竹子？熊猫才吃竹子，我们黑熊是吃树枝，不知道什么树。这个熊不得了，它总共画了40000颗，费时120小时。大家可能对于40000颗好像没什么概念。一般来说，我们这样的积木，大概这个小小的这个，或是我们一般在拼那种乐高，大概1500块，1500个积木可以这么大。然后你大概要拼个一个晚上或到两个晚上嘛，大概6-7个小时，40000颗，各位观众，飘天荒地老。下班辛苦辛苦设计师了，接下来带大家看里面不得了，一开始就这么刺激了，后面还得了？没有，刺激完了，后面没了。接下来带大家去后面的办公室，酷酷。第一站来带大家看乐高的会议室，他们每一间会议室呢都是用台湾的地名在命名。来喽，小心哦、喔！没有，夸张了。哇！开会的时候，老板就说有主动101，你这边听。他们很酷，我应该以为这是糖果，没有。你开会的时候你就在那边拼，老板在讲什么不重要，你可以拼一个这个。哇，而且他们杯子很可爱，我自己有买一个啦，乐高的小杯子。好想在这上班。我录取了，对，可以。好啦，他们的会议室蛮酷的。接下来第二站带大家来看里面，一起跟我走。可恶。接下来这一个就是我们乐高的办公区，乐高的桌子，我跟你说厉害。来，带大家看看我的办公桌，来喽，隐藏了机关。直接站着上班，很酷哎。或是你要低一点，它最低可以到多低？来喽，这个有点像是那个验音的那个门。先接一个很矮的员工说：“你就坐这，你就坐这。”这我真的想买一套回家。工作室买一下。好，好，买全面更新，发现还有更酷的。直接给人家看，看他是五杀。但这个也很不好，如果你今天在干嘛，然后同事说：“借我看一下在干嘛？”不要乱动，不要乱看。这个不错，带一组，不会带一组回家。工作室买。公司买了，好。有人，快递。跟你说，我们今天来到了总经理的办公室。总经理好。总经理不在。我觉得这组也很酷。我们请专人设计的台湾各大的景点，中间堂、赤坎楼。我跟你说，赤坎楼迁入不是砍入，你再打砍入，我把你打到刚做小抄。台中火车站爆大楼。接下来带大家看看我们乐高办公室第二镇店之宝——珍珠奶茶。这个也不得了，那很大我就看到那种很大的那种大的模型，不知道就有一股兴奋感。他们刚刚说可以把它变成扫冰，把它拿起来。除刚才是台湾黑熊，还有我们大珍奶之外，最强的来了，观众朋友。巨型看板，马赛克看板，这是哪里？好吧，信义区。它每一块真的就是每一点都是一个小小的乐高拼图，拼成这个巨型的，我们巨型的101信义区看板。哇，观众朋友，如果你住这边的，或是你住这边的，或是你可能住这附近的，大家得意。在看完旷世巨作之后呢，办公室还有一个很雅兴的地方，来，一起跟我出来。啊，叮叮叮叮，台北市东区的美景尽收眼底。好，这太羡慕了。
为什么要先募？不是员工吗？现在在他们的用餐区，这算是一个小小的会议。哎，一，不过我做这件有点像那个红度什么电视节目还是什么棒棒糖弟弟。那你知道棒棒糖弟弟吗？小朋友们，刚刚差点吼吼吼。欢迎呢，哈哈哈哈哈。梦幻脑办公室。散睡。我们的婚礼小物之一，其实有一个就是乐高，照片在这附近，听说宾客蛮喜欢的，但被干走蛮多了。谁？没关系，重点是大家喜欢就好，好不好？不然我们现在来访问一下这边的员工，看一下他们在那边上班的感想好了。大家应该很好奇，乐高的员工到底在干什么？你好。你好，大姐，怎样？看起来老是不是？没有，职场前辈。哎、欸，请坐。然后请问一下，在这边有没有上班的一些小小的心得？心得嘛，在乐高上班，其实主管蛮注重我们生活跟工作上的情绪，他们不时就会过来关心一下我们。哎、欸，今天上班还好吗？这比较官腔一点。好，你干嘛这么直接？乐高他们推出非常非常多系列的产品，像是电影的系列或者城市的系列。他们这次也推出了很多亚洲的系列，像是，哎，福隆斯，这个团圆饭，划龙舟啊，太多了。OK， 总之办公室应该就这样吧。OK， 去被炒鱿鱼了。阿美，办公室好像有鬼。在哪里？我没看到啊。用灵魂不会。会不会？不然用手机拍拍看好了，手机可以拍到灵异照片，应该也可以拍到鬼。嗯，好。在那边啊！你们看得到我吗？1000多年了，我一直想当鬼吓人，但大家都看不到我，我只能偶尔去移动碟子当碟仙糊糊口。我太感动了，鬼哥，让我们一起当朋友吧。真的吗？乐高新系列 Hidden Side， 使用这种还是台湾设计师设计的哦，一起来用 AR 抓鬼吧 ！Go go go！